据说宇宙大爆炸的时候，产生了无数个平行时空。在某一个时空里有我，却没有你；在另外一些时空里，有你而没有我。所以两个人能在同一个时空相遇、爱上，是极其珍贵的小概率事件。很庆幸这个时空，我们都来过。只要有可能，哪怕只有一万分之一，我也要再一次找到你。相信一夜半邂逅，没人都有为谁存在的缘由。这世界多大，感谢你在哪，慢慢等待我出发，帮我拭去尘和沙与泪花。银河或天涯，确认过一刹那，你就是那个我问世界的回答。这世界再大，你随便许的梦话，请你相信啊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